哎，你问一下那个麻雀的，麻雀走了，偷偷的从那边走了。哎呦，抢食了，再喂它抢食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鸽子呀、啊、动物啊不怕人啊？啊？嗯。为什么？哎呦，谢谢。有没有发现？谢谢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对啊，怎么解释？这是人类比较友好。为什么中国他怕啥嘞？麻雀扔这里，来来来，麻雀，麻雀掉。马来西亚那边鸽子也不怕人。是啊，你别瞎喂，把这些小动物。哎，这个花很好看的，这是吗？绣球花。对。颜色跟那天看的不同。对，但是那个颜色比较稀少。哦，那个比较稀少，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。不是，那个叫渐变色，懂吗？紫色的感觉。哎呀，这个好漂亮啊！这个季节正是这个花盛开的时候，六月份啊。就这个，它这个今天天气很好。对。看到什么？看到了吧？我们到这来了。你对敢达感兴趣吗？哎呀，我蛮喜欢在这的。你蛮喜欢敢达的？这一个，主要只喜欢这一个。只喜欢这一个？不是只喜欢，就这一个还可以。哇塞，好高啊！这个，哇塞，这有多少米？二三十米啊！这旁边还在搞活动啊！哇，好大个摄像机在拍摄。哇，好高啊！这世界上最大的敢达吗？不是，上海有一个。上海也有个。这能变形呢、啊、这能变成啥玩意儿啊？这边哟，男团吗？这个是我好多年轻人呢、啊、过来，哎，先看这边吧，先看活的。七点才爆。七点钟变形爆？不，嗯，每日三点爆啊，爆了。五点爆一次。刚刚不应该在这七点、哦、那完了，刚刚爆啊！来，再看一下这个吧，好多年轻人啊，这里。哦，不能拍这。刚才是一个男团，日本男团。完了吗？结束了。听不懂。看到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漫画《机器猫》嘞。背光，我超级背光，老板。没事儿，你往那边挪一点。你看这边排队，合影都要排队。你不拍吗？我跟我拍一个。我在那边一样的样子。哈哈哈！谢谢。超大背光啊，好看。超大背光，我说了，这你不要。你自己不会调吗？你自己要调整一下光线。来来来，哎，这个没人，怎么都跟机器猫拍啊？怎么不跟这个大熊？小静。静香啊，这静香。哟，哦，sorry。270度，哇，这个天梯高啊！上富士电视台上面的一个环球的这个里面去，向来聊，哪里有富士山呢？那个尖尖啊，哇，真的了，可以看得到啊。这里，
可以啊，我们要今天去的话也能看得到。这是270度的一个环球，拍照吗？现在涨价了，之前听别人说是500日元一张票，现在是800日元了。东京湾，那个是飞机，羽田机场。这是270度，啊，坐着晒太阳。又在玩手机，刚坐下来休息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刚才去的自由女神像。哎，这里上船的那个地方。富士电视台，你们有印象吗？啊？我们你肯定没印象的，你那个年代在国内看不到日本电视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年代应该看过吧？没有啊，这是电视剧里面出现的。就是动漫啊，樱桃小丸子啊。我没樱桃小丸子。樱桃小丸子就是富士电视台做的。还有啥？我只看樱桃小丸子，但是没有看樱桃这个电视台。不知道是哪个电视台是吧？嗯。是数码宝贝里面的。数码宝贝？什么数码宝贝？就是这个电视台有数码宝贝。啊，错了，好像吧，不清楚。数码宝贝这个动画片里面有很多这里取景。海贼王，海贼王应该是富士，海贼王，咋了？海贼王只是动漫，并不是富士电视台。是这里，是这里的。是这里吗？海贼王播出的。是富士电视台播出的吧？嗯、海贼王。嗯。查了一下，我们要检讨《铁臂阿童木》，我们这个年代人肯定都看过。是吧？也是富士的《铁臂阿童木》还是啥？还有啥？嗯，比较知名的《龙珠》，《龙珠》，《樱桃小丸子》，《海贼王》呢？那《海贼王》是吧？刚才说的，哎，那个 QQ， IQ 博士也看过啊？没去，完全没。我看过。然后就吃叉吧，应该其他的不知道了。吃叉吧。吃叉吧是不是？这里三个小动物。三个小动物，这肯定很火的。哇，很多地方。哟，这里也是的。这个你看过？鬼灭之刃也是看过。鬼灭什么？鬼灭之刃。哦，鬼灭之刃。我没看过鬼灭之刃。是不是、啊？这个富士电视台还是蛮大的呀。比我们武汉电视台要大的吧？啊？武汉电视台在哪里啊？武汉电视台在哪都不知道。哎呀！哎，它五楼还有一个角色扮演，可以去当一个新闻主持人，去不？去。啊？我们去参观一下，扮演一下的。不让拍照。我就扮一个啊！欢迎进入。罗宾 YouTube channel， 不怕冷啊，可以下水游泳了。印度人可以玩水，这里白沙，不过沙好像是后来铺的，因为这边看到明显的一个分界线。这白沙就是自己运过来的，就和那个什么。三亚的那个亚龙湾一样的，不过也挺不错的，这个人气还是很多呀、啊。那边就没人了，还是喜欢白沙。小女孩好可爱。像韩国人。哪个？一个小女孩。这明明是日本人，你说别人像韩国人，是真有点像。咋了？韩国跟日本有啥区别呢 ？No， 鞋子进沙了，感觉我碎了。No， 往那边还有冲洗的地方呢。
这里挺好的啊。对，这真的做成跟那种海南那种沙滩一样。哎呦我天哪，咋了？那边人晒好黑啊。好，本身就那么黑。哎，现在日本人也和欧洲，他毕竟还比较西化一点，他们能够接受把自己晒得很黑啊，那种古铜色。那不过他们是玩桨板的，不在意啊。你看，玩桨板的他就不会在意肤色了。哦，这里这落日会很美啊，要不看完落日再走。再太慢太久，觉得日本人很西化了。你看那个。什么？3:40？哇，这晒太阳啊！这，嗯嗯嗯，这个大叔，这年龄应该比我们大。这搞运动的。哇，这个大叔年纪，我感觉，他就在晒太阳啊，就在晒。嗯。这是搞运动的人，肯定晒啊！这边的什么冲浪服啊，还是蛮新的。嗯。这两周年，这拿了个两字，估计谈恋爱两周年，纪念。两周年，还有个二，200天不就还有两个零吗？台场。等了看日落吧，但是突然来天上飞来一大串云，落日是看不成了。哎，我发现台场这里待的时候，发现这里不是说日本的年轻人少吗？但是台场这里聚集了很多年轻人哦，可能年轻人蛮喜欢到台场来的。后来我们想一想，台场这边是填海填出来的嘛，这边空间啊，包括这块的建设，等你看楼间距都特别宽，对吧？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海滩，可以供大家可以看吗？休息，所以聚集好多年轻人。然后这边发现，日本孩子特别喜欢，对，17岁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？这边很多年轻人呢，都有那个17岁的那个标，都在这里庆祝自己的17岁。阿迪亚多，在这里可以看夕阳。本来想看一下那个火烧云的，好像看不到了。哇，你看这17岁，年轻的17岁，他们这是拍了一下午了。嗯，还有年轻。啊，我们家小子也蛮喜欢台场这个地方的。17岁少女，来，18岁的中国少年，那边是日本的17岁少女。你喜欢台场吗？可以啊，这里还不错，很美哦。17岁，在日本这边17岁小孩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意义啊？往这边右边。我发现他搭了以后。还比较喜欢拍照了哈，原来怎么想让拍他都不拍的，所以人都是会变的哈，对吧？是啊。哇，这个日本背景乐好好听啊，也是年轻小伙子，来拍一下这个乐队，我觉得实力不差呀。虽然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，但是旋律啊、音准啊，蛮好听的。我们来欣赏一下。
Hello, Ramona. I can't shake the simplest feeling beyond the ghost. We stand on the opposite shore. Hello, Ramona. I reach through mysterious seas. 他把别人这个本来输得好好的，他 一躺就倒下去了，摔了个狗啃屎，我没来得及拍下来，那重新再演一遍，你再演一遍，你看是怎么创造出来的。他就跑过去一压，然后就倒了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你被压破了啊。在商场里面看到这个，日本也很流行这种改房车了。这个我可以把它改出来呀，这个。这很简单，你在这名字在画下。这个我可以改它改出来呀。但是人家这是个床车。这都是床车的，这是丰田那款车，这也是的，一样的设计。哦哟呵，看到没？那怎么？他给你改好了，就是日本可以改车啊。改车生活，看来我的爱好看到没，走到世界的前沿了，同步不是前沿，同步同步。旅游，我们三个点的都一样的韩国石锅拌饭，哇，有锅巴嘞。哎，你那边怎么还嘎吱嘎吱的响呢？你拿那个把它拿起来。哎呀，我就喜欢吃锅巴饭啊！昨天吃韩国烤肉，今天吃韩国拌饭。嗯，主要是我啊，这怪我，这怪我啊！我每天要吃饭，不吃饭，特别是晚上不吃饭受不了。中国胃没办法，这看来总不适合往外跑啊。真的不吃饭我受不了，那天晚上跟你们吃寿司，我就哎，晚上后半夜饿醒。好了，这个菜终于上了，我们等了半天了，来，饭都快吃完了，我已经上完了。这个小子饭都干完了，这叫什么？八爪鱼，铁板八爪鱼，铁板八爪鱼，我的啊，然后加上石锅拌饭，毕业。Thank you。嗯，你不是他新菜吗？吃这个拌着吃了是吧？嗯，可以放在里面拌吧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不对吗？受不了。哦，包着吃是吧？看来韩剧没白看哈，是不是？你不行啊。我咋不行啊？你只适合吃肉和吃中国餐。对啊，我没有出过国嘛，也没有看韩剧嘛。好不好吃？一口放进去，一口放进去。来啊，你吃你吃你吃。嗯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个叫什么呢？有点苦吧？有点苦啊。这个菜有点苦。吃干了。我尝尝。嗯。吃的苦，真的，是这个菜苦吧？嗯，是这个菜苦。嗯，好吧，那就不推荐了。